红景建筑介绍，心灵控制器是有理阵营的超级武器，造价5000。心灵控制器可以控制3×3范围的单位。心灵控制器可以对建筑造成很大伤害，可以把基地炸成红血。防御建筑测试。超五星控与其他星控单位不同，其他控制的单位头上有一条线可以追踪到控制员，干掉控制员可以解除控制。超五的星控无法解除，已经被控制的单位无法被其他星控单位二次控制。超五星控可以解除其他单位的控制。对免疫星控的单位无效。电脑的心灵控制器不会攻击建筑，只要把单位分散开远离建筑，就不会对玩家有影响。